上次523的课程，很多学员都说相当殊胜哦，希望导师用同样的这个味道来做这个八月份活动的这样子的一个演进哦。那我也听到了，所以我们也配合啊，来做可能性的一个互动，以及更加贴切的感受到天地的爱，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哦。那每一次的活动啊，不管是第一天的演唱会，还是第二天的这个实作实练的课程哦，在任何一秒钟都有学员因此感动、改变，进而真的转动了他的人生，趋向美好、幸福、圆满的未来。所以，我想这个就是天人合一啊，应该是一个最好的演进的视线。你有心啊，天地有意，在那个刹那间啊，在这个氛围中，在这个空间场、信息场，一下就叮咚 bingo。 那我想这个东西只有你自己感受才知，就是像什么，像我们前几天不是又有一个 VIP 的星空夜，是吧？嗯，对。当天的晚上哦，我一共回答了16位吧，16位学员。嗯，结果很多学员在这个会后都跟我表示啊，说导师你太神奇了。哦，而且呢，越听越有味道，越听呢就觉得欲罢不能。哦，那我想这个东西就是我那天在这个课程这个星空夜语中讲的。哦，在太阳底下没有秘密。嗯，所以当天有些学员提出他的问题，他并没有完整的讲出他的一些哦真正的问题点。但却被我点出，所以他也是觉得，哎呦，怎么会这样？是太阳底下没有秘密，就是这样。哦，那么我在很久以前的共修课有讲过，这个天地宇宙间呢，它有这个信息场。哦，这些信息场呢，不是你知道不知道的问题。是你有没有用到的问题，你有没有能力去用到的问题。所以我在很久以前我就说，这信息场有时候啊，它一直进来，一直进来，你有时候都不想要听，你知道？因为呢，人啊，有时候就觉得还没做就已经告诉你怎么回事，觉得乐趣不大。比如说，你就看到一个人，你觉得这个人，哎。这下蛮忠厚老实的，是不是？信息场告诉你，这个人靠不住。你听了就觉得，就觉得他还可以，就是说信息场说靠不住，是不是？那我们就试试吧，看看到底是不是哪个对，是不是？但是后面时间累积后的答案证明，信息场的对。所以当时看他啊，你有无数个理由觉得不错哦，但他后面他就这个真相就时间来证明。